OK，那是哦，我是 Leo。那我们今天抽的就是黄金苹果。那今天抽了100个黄金苹果呢，是小帮手抽的，而且是在我去买晚餐的时候偷偷抽的。所以呢，包含这支影片，包含这100颗的苹果，我都是在事后才知道有这件事情的。那小帮手也希望我把这100颗分享给各位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我去买晚餐的这段时间，他究竟做了哪些事情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因为他稍早前就问过我这一期的金色箱子到底好不好抽，那理由我也是直接告诉他，这一期超绝几率 up， 有了。OK，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100颗黄金苹果的成果，主要就是一颗的燃烧戒指，一个传说100%和30颗核心宝石。好，那这支影片呢，主要是小帮手希望我跟各位分享的100颗黄金苹果。那接下来还会有理由我自己本人抽的黄金苹果，再请各位稍微拭目以待一下。那我是六，如果喜欢这片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然后另外的 IG 记得帮我追踪一下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。